谁敢想粽子居然还能这样吃，我的梦中情粽终于出现了。先来杀点水果助助兴。How may do it to try? 天体粉丝为之。芒果过敏的脚闭眼。开难过瘾可以善力不适。可以睁眼了。还有一些白白猪。双裤地少里奥一来蛋。吃粽子也要满满仪式感呀。圣杯之素。有请元祖家的龙粽三宝。外包装龙鳞闪闪的高级感满满。刚下单不久就拿到了。他家的一条龙服务太适合我这种懒人了。采用急速冷冻工艺，在负18度低温下将食材锁水锁鲜，吃起来跟现包的一样新鲜。一盒能吃到三种口味。台湾风味肉粽，油润的糯米中混合着肉香，五花肉瘦而不柴，肥而不腻，还有一整颗洞庭湖咸蛋黄，搭配干贝、香菇和花生，口感超级丰富。菌菇粽里面有五种菌菇，一颗粽就是一顿菌子宴。先掉眉毛了，小甜粽真是我的心头爱，糯叽叽的口感，甜而不腻，食材超级丰富，肉眼可见的真材实料。就用这三款隆重 DIY 花式奶盖粽吧，紫米八宝粽。